第二个问题，观想与乱想，你跟我观想是同样的差，我也是很差。你不要以为卢师尊很聪明、啊、我笨得很啊，我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。不要以为我很聪明、啊、你们以为我师尊一定很聪明，他观想一定很清晰。No， 我观想啊，乱七八糟的，真的。我一看到药师金母这么美，我就想药师金母那么美，她的眉毛，她的眼睛，她的眼睫毛，她的鼻子，她的红唇，包括她拿的佛尘，这边拿着如意，她的长袍，另外她的华冠，她的庄严。因为要想他的美，他故意不让我想他的美，我就根本观想不出来。甚至于我讲过了，我以前常常这样子想，想想观想这一尊，这一尊呢，慢慢转身，变成屁股朝我。每一次都这样。我以前看这一尊药师金母都是侧着脸，他不让我看的，我连看他他都侧着脸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做诗时，大鹏金翅鸟，大鹏金翅鸟，我观想大鹏金翅鸟出来，天哪！接着这两支箭射出来，把大鹏金翅鸟给它射死。我不是要射死，我是要施死啊！大鹏金翅鸟空压归心中，罗刹归诸佛，感动四千万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我是要施死啊！我不是故意要射死大鹏金翅鸟，那是杀生啊。但是我这个脑海里面就有一个恶念头，大鹏金翅鸟一喊，大鹏金翅鸟飞出来了，下面就两支箭往他的身上射过去，那两支箭也是我观想出来的啊，是我心里面的魔出来，要射死这两只，射死那一只大鹏金翅鸟，我不犯了杀生戒吗？怎么办呢、啊？我求，我自己是师父哎，我观想都是这样子乱七八糟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就想到啊，好像。那个国徽啊，美国国徽也是一只鹰，是吗？它好像它的爪抓住两支箭、啊、有没有两支那个利箭？是不是这样？还是印尼？啊？美国是吧？我想，好，就把这两支箭抓住，再用补充方法。大鹏真正要出现，心中射出两支箭，然后要射死他，然后大鹏真正鸟的爪就握住那两支箭，赶快给他补充。我想，明明盯着佛像，这个人盯着佛像，明明没有那个心，可内心就是会有许多很不好听的日词冒出来，一定是三日经。
要观想佛像，看着那个佛像，明明没有那个心要骂这个佛像，但是心里面涌出来的就是一些三字经不好听的，像美国人讲的 shit， 对不对？把它想成怎么样？ shit 是最好的咒语，是阿弥陀佛心咒最重要的一个字，就是 shit， 它就是咒语。把它转换，我也会有那种念头啊 ，Pull on you， 耶！马上转念，那个 Pull 在 on you 的当中就变成 cake， 请他吃 cake。我经常这样子在那边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的。真的，我也不是心地很好的人，我这个人心地也不是很好的。看到有时候看到佛像哦，看到佛像，怎么办？我是用转化的方式给他转，把它转。不然怎么样子呢？讲了就讲了，我是对着空气，就等于没有讲，没关系，讲了就讲了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方法，你观想成为乱象的时候，我给你的意见无所谓，本来就是空。你知道佛本来就是空吗？你不管你讲什么，你想什么，你把它想成什么，不管你对他讲那些什么话，都是空，无所谓。你越无所谓，那个念头就会慢慢洗掉。你越有所谓，他的念头就越出来。你不是讲吗？佛说一切都不存在，观想本来也是假象。你既然对着假象这样子的不礼貌，同样的你也可以想，那就是假。我所有的念头出来，所讲出来的，全部都是假。你无所谓，既然你无所谓，慢慢的，这个就不受影响。如有所谓，就受影响。我是用这个方法的。啊，想到不好的念头，我就把它这个无所谓，以后就不会再出现，有所谓就会再出现。我教你的方法，不要去理会，照样做你的观想，一直观到非常的正确。我是经过这一番的磨练，经过这一番你所讲的心魔，这样子才成就的。这段时间很长，终于你会观想成功，你甚至于可以观想自己变化成为本尊，自己一下子就变成本尊了，而且非常的慈祥，相貌非常的庄严，跟本尊完全一模一样。
心魔，不要理他，也无所谓。越不理他，越无所谓，心魔越不会产生。这是我教你的方法，这是给台湾的弟子，你不愿意用真正的名字啊，这个写上来，我也知道，因为你不好意思。